呢？我就直接录就啊，真的，我们就当做一个这个动态平衡的训练啊。对，在外面的人拿，我靠他，这个时候对，进入插单，对，然后我再脚推小，手推手。那你退的时候，你要退到最高够，不能够自己爬住。然后换我拿你，换你靠我，那我退，再去。对，哎呦，这个加波的哦，这补充版了。哎，这样子我们两个也上镜头。对，一定要不好意思，我们在旁边，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你拿，对，我靠，靠的时候你这步子要退，要不然你会没有进入，是吧？所以你退的时候，是吧？这样子你就比较不会被挤出去。好，我在这样拿的时候，对，我拿你靠我的时候，如果我不动，我就会被你靠到。所以你拿我的，我拿你的时候，你靠我，我就要跟着退，动态平衡，回头再进。对，这时候腰再放松，对，赶快放松。慢慢放松，对，然后你拿，放我靠，对，哎，对，进步爽了。那我可以在里面，啊，就换你拿，对，放我靠，所以就自想退，就靠都自己想退。对，因为你这样才会顺，一样，你这样子哈。你拿我的时候，我靠你这，应该这样子的话，我这上去你就完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当你拿我的时候，你再想退，退这样，对，这样子你看，我这样子我拿你没办法。哦。你刚刚那样退，这样退，哦，哦，要退这一脚，啊，要退这一脚，对，很近，对，啊，再退一次，嗯。靠，对，所以靠单，你看进步嘛，对，进步，对，对，对的，对，对，好。